嗨，大家好 ，Hero。昨天啊是教师节，你们知道教师节要干嘛吗？学生要祝福老师的日子。但是我自己的指导学生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说，昨天只有两个人，好不好？一个还是别人的研究生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哦，昨天只有两个学生有祝我教师节快乐，其中一个还是别人的研究生，另外一个还是在压线十二点前突然想到赶快 line 我。是不是？那我觉得啊，校长早就知道现在的学生不可靠，所以教师节送我们什么？被子，要我们老师互相取暖，还是凉被，买心都凉了。